你看，前面也有。追，跟上。给我上，快！君，茉莉的情况都调查清楚了，人家说的都是实话，那几个定时炸弹啊，就是他破坏的，他这是立了功了。哎呀，你说看着茉莉那样，真让人心里难受。好了，老婆，他俩都这样了，你别太操心了啊。其实明眼人谁都能看出来，林茉莉跟马龙啊，他们俩心里都挂着对方呢。可不是嘛，他俩现在是旱地里的鱼遇到了天干，没活路了。马龙是要被提拔的英雄，茉莉呢，虽然在最后时刻有立功的表现，但他呢，毕竟还是做过不少错事儿，就算是能挽救。可不管怎么说，茉莉也是戴罪立功的人，而且现在正在接受改造，那还是烈士的后代呢。其实党和人民啊，真应该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喂，我是马龙，刘栋，你那边有发现吗？营长。我这边有情况，你快来！先稳住，我马上赶过去。走，好。回来，马龙，马龙，出什么事了？马龙，你怎么伤成这样啊？啊？怎么了，马龙？让我们回来的命令是谁下的？师长下的命令让你们回来的。怎么了？这上面有儒生的地址，找到他。就找到了林无恙。马龙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刘东的命换来的。刘东，马龙啊！刘东牺牲了。什么？刘龙牺牲了！
可说好了，你到哪儿我到哪儿。你现在想把我给甩了？我不答应。秃鹫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说你跟秃鹫打电话？我记得他的声音，而且接头暗号也是他独有的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徐汉元对他很倚重，一直和他单线联系，前两天还去和平饭店建议过他行动。这个人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确定徐汉元去和平饭店是接应秃鹫吗？我确定。后来他们全都没有回来，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。他给你打电话干什么？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奉徐汉元的命令，说要接管我们这个特务小组的掌管。具体任务是什么？我这还没有听仔细，你们就来了。我们已经确认林武阳就是秃鹫。把这个情况上报以后，我就压着鲁慎去悦来饭店，准备在外面抓捕。接头时间过了一个小时，林武阳迟迟没有出现。我在全市范围内的公共电话亭进行了排查。这个情况呢，在五个小时之前有了一个收获。城西的一家公共电话亭的摊主，他说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。您仔细辨认一下，这个人有没有在您这儿打过电话？这照片看着不像啊，好像不是这个人。对，应该不是这个人。市长，我们在方圆3公里之内进行了复查，结果在一个裁缝铺发现了命案。虽然凶手还没有找到，但是我们怀疑是林武阳干的。他杀人是为了换便服。关键是他知道汝胜被抓以后，那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又是什么呢？汝胜是林武阳最后指望。那如果林武阳已经知道自己现在成了孤家寡人的话，他一定会伺机外逃。市长，我建议现在应该把重点全部放在所有的交通口岸上。等等等等，不会，以他的性格，他绝对不会外逃。如果他潜回了沈阳，他肯定想找一个价值更高的目标。这价值更高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他原来想炸和平饭店，是要炸那些去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。可是那些代表已经在李部长的带领下乘坐专列已经到达了北平，他鞭长莫及啊。他一定有新的目标，一定有。市长，沈阳城内最近有什么大的活动？过几天就是7月7号，中央有关部门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大城市在同一天举行盛大的军民游行和集会活动，纪念77，庆祝解放。没错，肯定就是这个新目标。林武阳一定会想方设法进行破坏。朱大，对吧？听说火车站发现了林武阳的踪迹，是接到群众的报警，三大队已经在第一时间赶过去了，封锁了所有通道，对过往的游客进行逐一排查过筛子，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新的发现。这回不会像陈东客栈那样是一个谎信吧？那也说不定，咱们最近接到的误报警实在是太多了。明天就是沈阳万人群众集会，务必在明天集会前解决这个隐患。
小军，我有新情况跟你们汇报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前两天我不是不在家吗？这刚回来，大伙开碰头会的时候，老李说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问茉莉的下落，他当时没反应过来，就把茉莉被拘留审查的事告诉他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具体过程是什么？打电话的是什么人？当时我们在忙庆典的事儿，我也没在意，就随口跟他说了。哎，哪里？喂，什么？省军区？了解茉莉的情况。哎，你们打错了吧？我们这是区委，不是拘留所。喂，喂，老李，怎么了？怎么可能错得这么离谱啊？会不会有问题？哎呀，就是接错电话了嘛，有什么可琢磨的？刚想聊几句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所以我怀疑，能不能是林武阳？那要是林武阳的话，那他就知道茉莉关在哪儿了。没错。坏了，要出事儿，快上车！注意安全。亲自审问他。茉莉，她不在这儿。不在这儿？在哪儿？她突发先兆流产，被我们送去人民医院治疗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谁送走的？怎么送的？今天凌晨，我打电话到医院安排的救护车。大军，通知医院。住手！跟我走，快！小时前，我们现在正在追击。一小时前，有人在医院袭击了看守的战士，把茉莉劫走了。马龙认定一定是林武阳干的，他正在根据现有的线索进行搜查。你们马上派人过去，要支援马龙，由他全权负责指挥。林总。发现一辆从医院冲出来的汽车，上面还有血迹。在哪儿？快进来，走。通知公安局，把警犬调来，他们跑不远。是。什么情况？人呢？又让他给跑了。奶奶的，又跑了。对，我们找到了这个。这不是明天的游行路线吗？他一定有想要做的事儿和想要攻击的目标。没事，别吓着群众。根据得到的线索，马龙等人来到成都某废弃工厂附近，展开地毯式搜索。范围太广了，咱们人手不够啊。分开搜，注意安全。是。所有人分散，快。
林武阳心里也知道，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，他的那些雕虫小技很快就会被马龙识破。他这时只是希望能用茉莉作为人质要挟马龙，然后趁马龙不备实施暗算。你跟我说什么来着？
千百次地设想过，假如当时真与马龙结了婚，现在的日子该有多么美好啊！他们两个可以热热闹闹地在一起生活，在一起工作，生下一双健康的儿女，从此再也没有烦恼，再也没有忧愁，只有那满满的幸福和欢乐。啊！我说马龙，臭小子，到处找你呢，没人躲这儿干嘛呀？明儿你小子就要上北京了，大家伙还等着跟你一块儿喝顿酒呢。走走走走走，一块儿喝酒去。马龙心中还在因为过去的事情而自责，若是自己能够再努力一些，那是不是就能够早一点抓住林武阳？那样的话就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，茉莉也就可以不用受到这么多的折磨，这么多的煎熬。这个我也用不上，给别人吧。你醒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怎么样了？都挺好的。孩子，大夫说预产期要提前了，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太差了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茉莉，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马上就要开国大典了，咱们一起见证这个光荣伟大的历史时刻，行吗？开国大典，对，10月1号，新中国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首都是北京，就是从前的北平。啊，对了，马龙也要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呢。见见马龙吧，你就别劝我了，他就不该出现在这儿。你多想了，怎么会呢？不，我这样的身份不应该连累他的。没有，你没有连累到他，
你要是连累到他了，那他怎么能被评为一模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呢？真的吗？没事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是他应得的。会好起来的，相信我。马龙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已经登上了奔赴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列车。这是你应得的荣誉。我能想象到战友们是如何的列队欢送你，甚至能看见他们喜悦的笑脸。请原谅我，只能用写信来与你告别。这几个月来，我知道你常常在我的病房外徘徊，我却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将你拒之门外，因为我实在无颜与你面对。马龙，彻底把我忘了吧，忘记我曾经对你的伤害，忘记我编织过的那些谎言，忘记那些因为我而给你带来的不堪。在你面前展开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我知道你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有过怎样的付出，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更是洒下了最后的鲜血，其中就包括我的姐姐苗青、葛留冬。而我为这一天的到来又做过些什么呢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甚至还做过你的敌人，至少也是敌人的帮凶，所以我不配在你心里的任何角落占据哪怕一丁点的位置。我恨自己没能早一点把这封信交到你手里，不管我曾多少次的提起笔，可最终全都半途而废。其实从骨子里我就是一个懦弱的小女人，我只觉得自己可怜，可我却忘记了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是多么的可恨。我想过千百个理由为自己开脱，想过千百种办法为自己解脱，却始终没敢坦白地站在你面前。我不配得到你的原谅、关爱和怜悯。之前他要告诉他，无论如何永远也不要放弃希望，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，坚持自己的信仰，新的生活就一定会到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以前的苦恼就会随之消失，而幸福的日子一定要坚持，也终将到来。不仅去请最好的专家，他们马上就来了，会好些。我可能快不行了。你行，你一定行，你必须要好起来。马龙去北平参加开国大典了，但让我告诉你，他一回来就来看你了。你一定要坚持住，你知道吗？真好。
里，马龙要敢对不起你，我跟他没完。坚持住啊！马龙，进来。茉莉怎么样？大夫说子宫内肺置畸形，大出血，很危险，现在。哎，谢谢他。茉莉，我在这儿啊，我来了。你干嘛？龙来了，你来了。茉莉，你看我回来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你就要坚持住，茉莉。折腾了这么久，一切终于结束了。对林无恙的公审结束了。罪大恶极，明天执行枪决。Thank you.
只要读到它。